天光做到天黑，早早早早早。我屋企真系好复杂嘅，忍咗你耐啊！我系够忍咗你成世啦。谢伟俊律师，888，我病。你嘅问题其实即系我嘅问题，我真冇用。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女，老公争钱，老婆晕，天经地义嘛。我走咗之后，都要好好地照顾个 B B， 供书教学。老爷对我也很好，我们在一起很幸福。咁我都要清楚，系咪我天生有问题？你话我 B B 唔系我噶？成日听佢讲你老豆、你阿妈同你个仔，你冇朋友嘅咩？你咪我朋友咯。